大家好，我是小 K。 我们上期讲了西西里岛的农民在19世纪末期揣着美国梦穿越大西洋，踏上了美利坚的土地。这些人经过了数十年的混战，把盘踞在纽约的意大利黑帮、爱尔兰黑帮、犹太黑帮整合成了全美最大的犯罪集团，美国黑手党。统一了美国黑帮的是第一任黑手党教父，叫马兰扎诺。他把美国黑手党划分成了五大家族，制定了完善的管理制度和行为准则，同时也确定了美国黑手党真正的官方名称 Cosa Nostra， 意思是我们自己的事业。在世人知道这个名字之前，美国人一直以来习惯于把黑手党称作 Mafia。 这个单词源自一句意大利文的开头字母Mordo alla Morto alla Francia Italia nella。 这句话第一次出现是在1282年的3月，当时一个西西里的少女索菲亚在结婚当天被法国士兵给强暴了，这让西西里人民感到了无比的愤怒，就展开了疯狂的报复。西西里岛上每一个法国人都成了袭击的目标，西西里人民喊出了这句口号，那意思就是意大利渴望干掉法国。所以 Mafia 并不是美国黑手党的真正名字，它只相当于对西西里黑帮的一个代称。那黑手党这三个字也只是存在于华语世界。据传说，早期的黑手党分子在作案之后习惯会在现场留下一些印记，比如一只黑手印或者是交叉的骷髅图案等等，所以在华语世界就习惯称其为黑手党。那统一了纽约黑手党的教父马兰扎诺，没过多久就被家族的二当家给暗算杀掉了。这个人叫查理·卢西安诺。干掉了所有的旧派教父之后，卢西安诺成了黑手党金字塔顶端的巅峰人物。但是他深深的知道枪打出头鸟的道理，就没有直接宣布自己是龙头老大，而是搞了一个黑手党全国委员会，以董事会决议的形式对美国黑手党所有的家族来进行集中的管控。那作为董事会的主席，卢西阿诺开始着手对美国黑手党进行整体上的优化。1931年，第一届美国黑手党全国代表大会如期举行。在大会上，卢西阿诺部署了犯罪集团下一步整体的发展战略，并且制定和增加了新的戒律。那第一条是不许贩毒，第二是严禁谋杀执政的官员，这两条规则可以说是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卢西阿诺深谋远虑和 MBA 级的犯罪天赋。首先，贩毒会激起民愤，会引起警方巨大的重视，谋杀警察又是官方最无法容忍的行为，这会直接导致议会增加警方的拨款来打击犯罪。而调查犯罪是一件费钱费力的事，如果没有新增拨款，警察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黑手党徒们通过律师和法律的漏洞来进行脱罪而被释放。这两条规则也被与会的黑手党家族全票通过，为以后的黑手党数十年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卢西阿诺的职业犯罪天赋并不仅限于此，他还精心培养了两个副手，一个负责指挥暗杀团，另一个负责打理家族生意，因此警方很难找到直接的证据来证明卢西阿诺参与了任何的犯罪活动。另外，在经商方面，卢西阿诺也是天赋异禀，沙漠奇迹赌城拉斯维加斯就是卢西阿诺主导黑手党一手建立起来的。当时的内达华州赌博是合法的，那卢西阿诺就带着一名意大利人西格尔和两名犹太人的会计师，共同创造了这个世界级的赌城。随后他还大举投资古巴的旅游和赌博等事业，为美国黑手党获取了源源不断的高额利润。后来在《时代》杂志和美国有线广播网联合评出了20世纪最有影响的行业奠基人当中，卢西阿诺作为现代有组织的犯罪之父，排名位于微软总裁比尔盖茨的前面。但是后来卢西阿诺还是栽了。当时纽约的检察官叫杜威，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抓到卢西阿诺的把柄，却又不甘心看着这个犯罪集团的首脑逍遥法外，他就找了一群廉价的妓女来做伪证，指控卢西阿诺操控卖淫。
陪审团啊，被妓女们的哭诉所打动，卢西亚诺就被判处了50年的监禁。虽然知道老杜做伪证害他，但是为了整个美国黑手党的发展着想，卢西亚诺遵守了不杀官员的原则，没有让手下去寻仇，同时也恪守着黑手党的沉默法典，没有去充当污点证人啊，来换取自由。他甚至还拒绝越狱，因为他不想坏了规矩。那大局观爆棚的卢西亚诺在狱中做了一名图书管理员，服刑期间啊，开始博览群书，还练了一手好字，同时呢，继续在监狱当中监控着犯罪家族的生意。而另一边，黑手党家族也在想尽办法，想要尽快地营救出监狱中的老大。几年之后，机会来了，当年的检察官杜威已经成了纽约州的州长，而州长可是拥有特赦权利的。更为关键的是，老杜下一步还计划要参选总统。那狡猾的卢西亚诺就托人捎话给老杜说，如果你竞选总统，那我就提出上诉，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做伪证的丑事。那么作为总统的候选人，妨碍司法公正，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就这样，在威逼利诱之下，杜威同意了设法去假释卢西亚诺，但是有一个条件，卢西亚诺必须要回到西西里，然后再贡献出$90,000作为他的总统竞选基金。那当时的$90,000换算到今天，差不多相当于$5,000,000。那至此，卢西亚诺获得了自由。那美国黑手党在卢西亚诺的优化之下，也进入到了家族企业多元化发展的时代，操纵赌博业、色情行业、娱乐业、走私军火，并且渗透到工会中的卡车运输等等行业。从黑产到灰产到白产，只要能赚钱的行业，都有美国黑手党的影子。持续了20年闷声发大财的生涯，执法部门开始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他们也只是知道好像有个犯罪集团的存在。至于他们在哪儿，他们是谁，老板是何许人也，是如何来组织犯罪的，对此一无所知。于是政府就在1950年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来调查这个有组织的犯罪集团。调查组在全国14个城市举行了听证会，其中包括有来自600多名证人的证词。那当时的美国正是电视机开始起飞的阶段，听证会对全美进行了电视转播，这也是绝大多数的美国人第一次听说到了这个神秘的组织。但是此时的黑手党早就已经将触角伸向了政坛的各个部门，迫于舆论的巨大压力，时任 FBI 的一把手胡佛才勉强地承认了黑帮组织的存在，并且向外界公布了一份头号暴徒的名单。但实际上，名单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替罪羊，全美黑手党的重要人物依然潜伏在最黑暗的深处。卢西亚诺虽然被老杜放了出来，但回到西西里之后，他的左膀右臂就在内斗当中被暗杀身亡了。卢西亚诺家族逐渐失势，策划了暗杀的吉诺维斯上位了。吉诺维斯这个人啊，有一个特点，非常喜欢装。刚刚上位不久的吉诺维斯，为了展示自己的风采以及强大的号召力，就在1957年的11月14日，将各个家族的头目召集在一起开会。会议上除了要讨论高利贷、贩毒、赌博等等这样常规的业务之外，最关键的还是要商讨如何瓜分前任头目所留下的地盘，还要把卢西亚诺家族改成吉诺维斯家族，并让自己的吉诺维斯家族合法化。会议的地点是纽约北部的一个小城镇，叫做阿帕拉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偏僻的地方，偏僻到黑手党头目的西装与豪车与小镇本身显得非常的格格不入，这也就成功的引起了当地警察的注意。警察们组织突袭了会议所在的场所，搜查现场一片狼藉，西装笔挺的黑手党大佬们跑出了菜市场大妈的风采。最终63名重量级的黑手党人物被抓了起来，这本来是政府打击全美黑手党绝佳的契机，但神奇的司法部门只是例行公事地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调查小组经过了3年的努力，结果也只是以阴谋妨碍司法公正和伪证罪，将其中的一小部分黑手党分子定了罪，而且后来所有的定罪又被推翻了。政府的不作为让美国黑手党经历了这一次乌龙会议之后依然完好无损，但就是在这调查组审查的3年期间，却发生了一件让美国黑手党命运转折的事情。黑手党委员会啊，从第一次会议就确定了不许碰毒品生意，但是无奈这个行当太 X X
赚钱的。五大家族中或多或少都有参与贩毒，吉诺维斯家族也不例外。就在阿帕拉辛会议的第二年，吉诺维斯就因为贩卖毒品进去了。他被羁押在亚特兰大联邦监狱中服刑，只能继续在监狱里遥控指挥家族的生意。吉诺维斯被捕的第二年，他的一个小弟约瑟夫·瓦拉奇以同样的罪名被关到了同一所监狱当中。紧接着，事情就来到了上一期我们开始时候的那一幕。吉诺维斯怀疑瓦拉奇是一个告密者，就给了瓦拉奇一个死亡之吻。之后，瓦拉奇就一直生活在极度的恐惧当中。1962年6月22日，瓦拉奇用铁管杀死了一个试图靠近他的囚犯，随后就主动申请与 FBI 进行合作，成为了黑手党历史上最著名的第一位打破了沉默法典的告密者。1963年，瓦拉奇在听证会的电视直播节目当中，把所有了解的黑手党相关的信息全部交代了出去，帮助 FBI 确认了317名的黑手党成员的身份，直接把多名黑手党的骨干和大佬给送进了监狱。这波突如其来的变故致使美国黑手党元气大伤，从此黑手党无法继续在黑暗中行动，联邦调查局也在打击黑手党的方面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而此时站在 FBI 后面督办打击黑手党的是时任的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就在瓦拉奇成为黑手党污点证人的同一年，罗伯特·肯尼迪的哥哥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被枪杀了。这难道是一个巧合吗？有一种很强烈的声音认为，肯尼迪遇刺与美国黑手党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预测也并不是空穴来风。肯尼迪家族是美国十二大家族，但是约翰·肯尼迪的爷爷从小就非常穷，但是他对后世子孙有两个巨大的贡献，一个呢是他在26岁那年从爱尔兰来到了美国，另一个就是生了约翰·肯尼迪的父亲约瑟夫。约瑟夫·肯尼迪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富豪，同时也是肯尼迪政治王朝的开创者。他从小就很有学习的天赋，并在1908年考入哈佛大学学习金融，毕业之后进入到了一家银行工作。那这家银行当时存在着被收购的风险，约瑟夫就在入职的第一年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阻止了这一场行业悲剧的发生。拯救了银行命运的约瑟夫从此平步青云，很快就晋升成了总裁，这让约瑟夫开始有了原始积累，但是却并没有让他暴富。直到1920年美国的禁酒法案正式生效，走私烈酒就成了当时最赚钱的行当。1929年41岁的约瑟夫弄到了政府的许可，并和黑手党的头目科斯泰洛进行合作，在禁酒令结束的前几年大捞特捞，一跃成为了超级富豪。同时他也一直保持着与黑道之间某种密切的关系。有了钱之后，约瑟夫·肯尼迪开始为自己的政治生涯铺路。早在罗斯福开始竞选总统的时代，约瑟夫就用真金白银来支持罗斯福竞选，以此来换取自己进入政坛的机会。1937年罗斯福任命他担任驻英大使，这对一个爱尔兰人来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同时也让他看到了即便是外族人在政坛发展依然是可以前途无量的。但是后来由于约瑟夫政治眼光的短浅，导致了他自己铩羽而归，彻底退出了政坛。于是他就开始全力的扶持自己的子女。到了儿子肯尼迪参选的时代，约瑟夫接触到了芝加哥最有权有势的黑手党老大桑姆·张卡纳，请他帮助约翰·肯尼迪在初选当中夺得胜利。为约瑟夫牵线搭桥的是当时好莱坞最著名的一线演员和歌手希纳特拉。根据希纳特拉的女儿回忆说，当时黑帮头目很爽快的就答应了约瑟夫的要求，并对他说几个电话就可以搞定。1960年约翰·肯尼迪最终获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资格。同年11月，约瑟夫与黑手党再一次进行了权权交易。在肯尼迪与尼克松的终极对决当中，通过黑手党的力量获得了关键摇摆州伊利伊诺州的胜利，以极其微弱的差距赢得了大选，约翰·肯尼迪当选为第35任美国总统。而黑手党大佬们之所以会支持肯尼迪，
是认为他在当选总统之后呢，会减轻对犯罪组织的非法活动打压。但是理想和现实总是有那么一些差距的。得益于哥哥的成功当选，罗伯特·肯尼迪如愿以偿地成了全美最高的执法官、司法部长。上任之后的罗伯特不但没有对黑手党手软，反而开始对集团犯罪发起了全面的清剿活动。从1963年瓦拉奇成为黑手党第一个污点证人开始，罗伯特·肯尼迪就率领 FBI 在打黑的道路上一路高歌猛进。在其任职期间，对流氓犯罪的定罪率提升了 800%， 黑手党对肯尼迪家族也开始恨之入骨。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为了调解民主党内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就携夫人杰奎琳出访德州。中午12点30分，肯尼迪在德州州长的陪同之下，乘坐敞篷轿车，驶过了德州达拉斯的迪利广场。这时，街旁的一座大楼当中突然射出了一颗子弹，肯尼迪的头骨被子弹击碎，当场身亡。杰奎琳在慌乱当中还试图爬上汽车的后盖，伸手去够一块被炸飞的头骨，现场惨不忍睹。肯尼迪被暗杀之后，各种猜测如潮水般的涌现，被黑手党报复的阴谋论也开始流传了出来。支持这一推论的人认为，黑手党之所以选择对总统下手，而不是直接向打黑斗士罗伯特复仇，是因为如果弟弟被杀，身为总统的肯尼迪定然会倾尽全力追查到底，会动用自己全部的力量将黑手党彻底铲除。但如果是肯尼迪被杀，罗伯特就会失去靠山，对黑手党以后发展的影响就会慢慢的变小。当然，这只是对约翰·肯尼迪被刺杀原因的诸多猜测之一。但不管怎么说，肯尼迪家族与美国黑手党之间必然是存在着一些不能说的秘密，就连梦露的死也和这件事情有关。在肯尼迪被刺的前一年，美国著名的影星玛丽莲·梦露死在家中，公布的原因是安眠药过量。在当时，梦露跟肯尼迪总统的婚外情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公开秘密。据说梦露甚至有想要取代杰奎琳成为第一夫人的想法。那出于政治考虑和天主教义的考虑，肯尼迪就派自己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去劝退梦露。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弟弟罗伯特也沦陷在了梦露的温柔乡里。1962年7月，梦露在洛杉矶巴嫩雪松医院秘密做了堕胎手术。与此同时，肯尼迪的兄弟二人不约而同地突然斩断了和梦露之间的来往。这种突然的巨变让梦露意识到自己的危险。8月4日晚9点半左右，梦露绝望地拨通了自己的好朋友吉拉罗夫的电话，向其诉说了他跟肯尼迪兄弟之间的私情，并声称他知道一些危险的秘密。第二天凌晨，梦露就神奇地自杀了。当时调查发现了很多疑点，其中最关键的是梦露提到过一本神秘日记不翼而飞。丢失的这本日记记载着梦露和肯尼迪兄弟之间很多的枕边谈话，其中就包括着肯尼迪家族与黑手党之间的一些协议内容。这本原本是梦露想给自己当做护身符的日记，最终给梦露招来了杀身之祸。肯尼迪被暗杀之后的10年，美国黑手党的发展也确实达到了高峰。根据保守估计，在1970年，全美的黑手党正式家族成员超过了3000人，家族合伙人高达25000人左右。也是在同一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这个法律对黑手党来说意味着灭顶之灾。法律中规定，只要加入犯罪组织就是违法的，而且当局可以通过一个小马仔对整个犯罪集团进行起诉。这意味着如果小弟被抓，老大也将跟着判刑。如此一来，黑手党的头目就很难逃过法律的制裁，找小弟背锅就可以脱罪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再出现了。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联邦调查局又有力地打击了黑手党在拉斯维加斯的违法犯罪活动，使当地的赌场摆脱了黑手党的控制。联邦调查局还将提供信息的黑手党成员纳入到了联邦证人的保护计划，保证了许多黑手党成员投案自首转做污点证人之后的人身安全。黑手党的沉默法典被彻底瓦解，大量黑手党犯罪分子被捕入狱。到1990年，已经有超过1000位的美国黑手党家族正式成员被判有罪。再往后，由于黑手党组织长期缺少新鲜的血液注入，导致其活动范围缩小到了只有美国东北部地区和芝加哥还在苟延残喘。但是即便如此，
黑手党家族仍然可以每年获取高达900亿美元的利润。根据黑手党前成员的爆料，美国黑手党有大约19种疯狂敛财的方法。那么具体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方法，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我会专门做一期视频来和大家聊。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我是小 K， 下期再见。